各位香港市民，第六届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刚刚公布了结果，我很荣幸成功当选。我感谢选委们的投票支持，使我在这个重要的新岗位上面更好服务国家、服务香港、服务市民。我将忠诚地、坚毅地承担这个历史的使命，肩负这个重大的责任，团结和带领740万的香港居民，同为香港开新篇。